母爱真的很伟大。彰化这名孕妇，她因为心血管异常，如果生产的话，医师评估她会有超过八成的死亡率，但她还是决定要冒险生子，还做了一命换一命的最坏打算。还好最后她顺利产下健康小女婴。躺在医生怀里的婉儿哇哇大哭，一张张开心庆祝的照片都是为了欢迎婉儿平安来到这个世上。大家会这么宝贝，全是因为婉儿的出生差点用妈妈的命换来。绑着马尾、穿着红色上衣、害羞的不愿面对镜头的人就是婉儿的妈妈。因为罹患了罕见的透纳氏症，心血管异常，只要怀孕就可能引发主动脉剥离，医生评估有八成的死亡率，风险非常高。我知道我怀孕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是我甘愿一试哈，他说我要给他一命配一命哈。婉儿的妈妈为了要替老公留下爱的结晶，不顾生命安危冒险生子，幸好最后顺利的把婉儿生出来，是个健康漂亮的女娃娃。她说自己的命是捡回来的，之后会好好的陪婉儿长大。记者谢。